大家看看哦，九鱼公主终于被我养成胖公主了，现在她还有机会比我更美吗？有新来的，还给他没训练好带出来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皇后。你看了，我叫你们准备的东西呢？好，来了来了，给我。皇后，请。很好。会出现在这个森林啊！啊，我财神，我跟你说了，
言难尽啊，啊说不完，一言难尽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好了，那我也不要多管闲事，我告诉你，召唤我出来，我这个厉害的火柴神就可以实现你们三个愿望哦。啊？嗯，实现三个愿望、哦？没错，就是三个。三个哎、欸。哎，看你是要房子啊、车子啊，还是这个什么周年庆？哎，火柴神，火柴神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说啊。你可以给我三个愿望，我是很感激你啊。可是我刚看你也只会跳舞啊。如果你可以变出一个大汉堡来的话，我就相信你是神。哎呀，汉堡这种小东西，难得倒我万能的火柴神吗？哎，看仔细啊！好。我跟你说哦，你变出来的汉堡真的太好吃了啦、啊！那还用说？可是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哦。什么事啊？你看你的袖子，这么大，说不定你那个汉堡是藏在里面变出来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这么大的东西，我就相信你是神。好、哦，这么大的，这么大、对，这么大，那还有什么困难呢？让你看看我火柴神的厉害。哦、看好了，我可以说火柴神，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力哦，就是啊，我可以啊测试这个枕头是不是真的好东西。哦，我测试，我测试给你看哦，你看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公主，赶快起来，赶快许愿呐！我希望，哎，你希望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想要，许愿。哎呀，听不懂了，公主，赶快起来，赶快许愿啊！许愿，许愿，我想要。你想要？我想要。想要什么？我想要。你想要？我想要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，说梦话还可以在空中停住，哎、不是啦，公主，赶快起来啊！爹，他要飞飞飞飞过来，我正要准备咬一口的时候，就起床，起床，他就飞走了。而你说饥饿游戏里面那只烤鸡啊，没有吃到、啊。哎呀，你已经吃了一个汉堡了，干嘛还吃烤鸡啊？哦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重点啊，啊，是你要赶快许愿。许愿？对，许愿，许愿，肯定要什么、啊？赶快说啊！可是，可是我还没有想到要许什么愿望啊。那要怎样你才可以许愿啊？啊，有了。啊？哦，火柴神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呢陪我走回我们家的汤。汤姆熊城堡，说不定啊，边走边想，我就可以想出来了。汤姆熊城堡，对啊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就在这里面啊，十二楼，对，好，这样哦，对啊，直接许愿，我把你变过去比较快，你许愿能真如何啊？不行不行，火柴神，你要知道，一直给我三个愿望，这三个愿望是不是很珍贵？多。